现在呢，在通货膨胀那个特殊的情况下面，如果你要做装修方面呢，这、那个改造，特别是屋顶这方面的翻修，你更要做到一个就是考虑到那个性价比。就像我们去买车一样，今天我们要去买一辆车，那现在更要注重的就是它的那个是不是能够经久耐用，对吧？它的。 是不是省油？现在很多人都可考虑到买那个电动车了。那我们做屋顶也是一样。现在呢，因为那个价钱是越来越贵了，所以我们希望把那个屋顶一次能够把它做到就是完美，不需要反复反复的去修理。我们公司需要屋顶公司已经做了三十年的那个服务，在湾区这一带，所以。 我们知道怎么样在那个质量方面去投入最好的那个保证，就是第一点，就是在工人的培训方面。因为做做工来说，它这个工艺比它的材料本身更重要。在这个三十年的服务当中呢，我们不断的在改进，特别是最近这几年，因为大家都开始慢慢的采用了太阳能板，所以。 我们公司也有这方面的服务，就是在做屋顶的同时，把太阳能板一起做上去，这样可以保证到太阳能板和屋顶之间没有那个空隙，所以在换屋顶的时候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考量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在换屋顶的时候，你也可以考虑选用节能的材料，这样你的房间的温度就会做到冬暖夏凉。 节省你的那个能源方面的那个开销，也让你呃在夏天的时候房子里面比较凉快，冬天的时候呢就比较温暖。所以这些问题都我们可以在做屋顶的时候就是一起考虑进去。呃，所以做一个理性的就是消费者来说，不是光去选一个最便宜的价钱。 所以你花的钱，你要做到最大的回报率，这个是我们呃能够提供的最好的一个服务。当然我们在做屋顶的时候，也要向客人提供就是关于那个各种材料的比较啊，还有那个比方说颜色啊，它的美观啦、啊，呃，还有它的形状啊，来怎么样就是让你的房子看得更好看。 啊，这个也是我们在就是做选择屋顶时候一起考虑的。还有一个细节，我们要介绍的就是各种产品呃有不同的担保。我们公司有对那个漏水，就是我们的质量，我们的做的工程有担保，还有材料公司它有不同等级的担保，这里面有很多细节的，所以。 我们公司呢提供免费的估价，所以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可以可以直接和我联系，然后我会给你提供免费的估价和详情的介绍，就是对于你提出的各种呃问题呀、啊，我们都会一一的解答。